现在介绍各位的是我们方块躲猫积木式家成长家具第一畅销的商品，就是衣柜。当然，正衣柜的话，底下一般就是会有三个抽屉，带过来这边，它就是底下会是有这三个抽屉。那目前我们现场的这座衣柜呢，它就是两个全部都是吊挂式的衣服。家里面如果有不喜欢折叠衣服的话，可以买这一座衣柜。它底下呢一样会有一个活动板，就是让你去做折叠的收纳。然后上面呢，它就是正规衣柜的尺寸，将近2尺60公分，它是57.4的衣柜。然后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衣柜里面的大小，来麻烦拍一下里面衣服，非常的宽敞，衣服绝对不会去凹档。那如果说您家里面高度够的话，需要再增加一个棉被柜，你可以再多买一个棉被柜把它加上去。那这一座比较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衣柜的收纳。那如果说有需要的客人呢，你可以到我们那个台南厂拍特卖场来看，那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去订购。啊，原价呢是15660，现在特价是11700，要买就要快哦，也只有一座。